其实我在这首歌开始之前，我刚讲一个故事，不知道我听到你的声音很粘稠。好，就是我还没讲啊，快速简介一下，在1988年12月16号，在一个宁静平凡的早晨，有一位不平凡的声音诞生了，他叫王维德，账号 JW771216。丁光的单身，小时候念复兴国小资优班，